全美久负盛名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与旧金山联合学区合作了一项音乐教育项目，在音乐中探险。这是全美交响乐团中历史最悠久、合作最广泛的公共音乐教育项目，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一项目的宗旨是为全旧金山学区的公立学校1到5年级的学生提供平等的音乐教育，让每一位孩子都有机会接触音乐。在4月24日的庆祝活动上，旧金山市代市长 Mark Farrow 表示，享有国际声誉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不仅为社区成人带来音乐，也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音乐的养分。在音乐中探险这一个合作项目，不仅让交响乐走进校园，还让从1到5年级的学生们走进旧金山交响乐团，亲身感受音乐的魅力。在4月24日的庆祝活动上，市长 Mark Farrow 向旧金山市交响乐团颁发了贺状，嘉奖他们30年来坚持为社区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教育。市长 Mark Farrow 还把4月24日这天定为音乐中的探险日。这天，在旧金山市内的 Shankus Elementary School， 学生们还参与欣赏了一场现场演奏会，由加勒比海快车乐队表演。在表演之前，乐队还邀请观看演出的小学生们上台练习，许多孩子跃跃欲试。